我现在在穿袜子，我想到云好玩游戏，我帮东东穿我的袜子，然后先穿上去，然后他就会自己拔起来，然后觉得很好玩，好可爱，袜子，而且会凸出来很多小小的脚丫，袜子，你自己拔，好了，就给他穿了。好好玩呢！你的他穿得下吗？我的他可以啊，一定可以啊！怎么可能穿不下？我的脚这么大。我是说，会不会太松？嗯，一定太松了。